你等下摸一下它，取一下它。煮者有机肥，用盆来喷伫地壳顶头，每工不断重复这个动作。时间一久，地壤单数来发现，不但土壤生化情况改善，田园内生态嘛比以往更加丰富。以前我们这个惯性的时候，我这个都直哭病呢，因为酸过酸啊，土地过酸了啊，我就用这个方法，这边都会有那个小蚱蜢啊，还有天牛。然后有一次是在那边有看到一条蛇缠在茶叶上面，以前没有过，会让生态慢慢恢复这样。这金缕衣，金缕这个是绿草，这都有解毒蛇的功能。单素兰自制有机肥，取材自田园中的杂草。伊并了真侪中药草采集以后，收集各种具有无同款成分的杂草，经过大火煮过，就变成上好的有机肥。唔呐，对地球生长带来帮助，也具有防治害虫的效果。驱虫啊，因为我来拔草没有，都会被那个小虫咬的满头包。我就想说，用这个草好几种草没有带回去回家煮，剁碎回家煮就这样子，啊，很有效。它驱虫，然后结果我意外发现喷到的茶叶很漂亮。就因为安尼，陈素兰的田园完全无阁进行除草的工作，和草啊甲地球同齐生长。随手可得的草啊做成有机肥，帮助地球生长了好，嘛保护了土地，唔免阁使用化学肥料甲农药。它是有感觉的土地，而且它有生命啊，我感觉是这样，所以要爱护它。而且我们自己要喝，你为什么要给它毒呢？害人害己，我是觉得是要友善耕作啦。杂草所做的有机肥，就亲像中国人普遍抓中药同款，也会当直接当作饮料啉，更加证明这种有机肥的清气佮安全。陈素兰表示，以前的地虽然无阿多讲是有机，但比真侪有机地也来了更加安全。伊嘛相信这份坚持，才会当予伊的田园永续经营。记者王昭成采访报道。